王子，你讲你爱阮家找一个黄色小鸡的玩偶，是无？无唔对，我强烈怀疑侯朱晴天藏起来。你爱找较详细的，每一个所在拢袂用个老狗知影无？嗯。再三，敢是伫个菜市仔买啊？啥？原来伊嘛会买菜市仔的物件，我就是讲伊拢去阿买的。不管是菜市仔买的，还是捡来。拢甲朱晴天这人同款，悲剧。这人是啥？这了甲朱晴天有淡薄仔像呢。啊，敢会是你阿妈？真有可能哦。哇，你妈孙啊拢生到这么衰，莫怪会生出朱晴天这丑八怪。帮我以后叫朱晴天、猪八戒好不好？别这样跟猪八戒不聊好不好？小猪猪生得很高嘴的，不参详伊生得这么歹，还跟小熊王依林，跟伊蜘蛛精还差不多啦。莫怪，伊拄则还跟王依林做伙吃泡面，还有说有笑。我看无外久，王依林就会和伊吃起啊。别胡的，紧找啦。那件衫你敢有穿过啊？啊，袂，也唔过真垃圾，有细菌呢。倒位无细菌，敢有擦？紧的啦。好啦。哎，等下。今天看的老爹也嘛检查一下。啊！你在做啥？你哪会当凊彩入来别人房间抢物件？安尼嘛足无尊重人的吧？那你提我的物件，你敢有尊重我？我到底提你什么物件啊？你看嘛，我早就知影你不会心灵，所以阮就伫家里来找啊。啊，敢袂使哦？当然嘛袂用子，你安尼根本就是贼人的行为耶！搞我物件还我！哼，垃圾的物件，你宝贝到要死啊！你放手啊！是你跟我放手的，不是我害你跋倒的 ，Sorry。你真正有够过分呢！我明天去找李主任讲。晴天，歹势啊！我有阻止因两个，袂当凊彩入来你的房间。嘛有甲因讲，咱才拄熟识，就算真正爱找物件，嘛爱经过你的同意。啊，因两个就无爱听我的，我嘛无法度啊。免解释遮济啊！我今晚就来去找李主任，叫伊主持公道。你有听到无？伊讲我要去找主任。啊，唔对，好可怕，我就惊诶。安尼，咱有代志无？放心，李主任嘛是徛伫咱这边诶，我甲恁保证。绝对没有代志。朱晴天讲的，敢毋是真实？恁真正去房间乱敲？主任，阮是要去找晴天开讲，顺便问伊讲，月月的物件是毋是落伫伊遐？我看到晴天无伫个，我就想讲刷刷去啊。因两个就坚持要入去，我就只会当甲因做伙入去等晴天，顺便小可找一个尔。这毋是安尼嘞？你明明就去我房间，甲我房间吵到乱七八糟，佫莫名其妙讲我摕恁个物件，真正是超过呢。我之前嘛，家己去别人个房间借卫生棉佮化妆品啊。
嘿啊，因拢无讲啥呢，你安尼就生气，太小心眼了吧？你到底是在讲啥？你安尼根本唔是在做物件，是在偷摕物件呢？你遐破头烂壳好啊，我阁嫌垃圾。等到是你，你摕我的物件阁无承认，阁讲粉饰贼啦，你真正是做袂见效的呢。我就无摕你的物件。好啊好啊，我卖吵啦。不管什么原因啦，恁走去别人房间就是唔对。还阁有你，你嘛唔对啊！有啥物家己房间卖锁好，会好让人叫伊走入去？既然恁两边哦拢唔对，要么是恁三个人共情了为实嘞，这件代志哦到这为止。太衰了，晴天 ，sorry。爱给你后一遍爱把门锁好，才袂又搁予人走入去哦。嘛，欢迎你随时来阮的房间，我绝对袂借题发挥。对你哦，因迄阵人不是好人，你会先看你。王依林讲了无唔对，廖梦之因这阵人根本就是学校内底二人帮。我若是继续忍耐，因以后一定会愈来愈超过。李主任，因三个无缘无故走来我的房间，我拢还袂查我的物件是不是有放进，这件代志哪会当安尼就真拄煞？好啦，卖阁吵啦，晴天，我想因哦，无必要去你的房间偷摕物件啦，而且伊嘛甲你回失的啦，这件代志哦到这为止，即嘛时间真晚，先等伊休困啦。谢谢主任，主任晚安。晚安。你三个人还阁袂当离开。拄只我已经听社长讲啊，恁三个人无经过朱晴天的同意，就入去伊个房间，而且还阁被抢伊物件，敢真正有这代志？阿亮，我拄只已经甲代志处理好啊，王子哦，只是甲晴天抢物件尔，无遐尼严重啦。哪会无严重？无经过别人的同意，就进入去别人的房间。这是犯着侵入住居罪，我被敲别人的物件，这是犯着窃盗罪，这些行为拢是犯法，你敢知影？还佫有，拄只恁三个人的态度，我伫外口拢看到。虽然讲恁表面上是伫甲朱晴天回失的，也毋过恁煞连对不起这三个字拢讲袂出嘴，甚至点仔无要无紧，一点仔拢无感觉家己做唔着代志，敢讲真正要我直接报警，甲恁送去警察局？和警察来问话，恁才会真心认错。校长啊，啊，因只是囡仔尔，佫毋捌代志，恁莫安尼讲啦，共吓惊。拢已读高中啊，已经毋是囡仔，甚至有个人拢已满十八岁，已经成年啦，所以就应该为着家己的行为负起法律的责任。靠袂着，就用警察法律来共阮吓惊，当作我是三岁囡仔，遮尔好骗哦。家家就是给你骂一个，你是又搁会当安怎？社会有社会规矩，学校嘛学校规定，恁三个人各记一次警告，动作是警惕。校长，我一直走进因两个入去晴天的房间，啊，不过因就是不爱听我的口供，我嘛无法度啊。我自头到尾拢无想要入去伊的房间，学袂叮当伊的物件。不要记我警告好不好？那不我真有可能以后拢无法度阁选模范生啊！是啦，校长，阿蒙斯哦，义勇是咱学校品学兼优的模范生呢。啊，你即马该记警告，我惊影响伊哦，后摆申请大学资格呢。你敢袂阁考虑一下？朱晴天，拄只廖蒙斯讲的敢是真实的？伊讲真正无对因两个入去你个房间学白巧，伊是安尼讲啦。啊，不过我回去房间的时阵，明明就看到廖蒙之，还佮有月月、千帆，因做伙伫我个房间学白巧。校长，我讲的是真实的，我真正。我离去伊的房间，我袂叮当伊的物件。你若真正无想要安尼做，
那安尼你就莫对两个入去，你嘛会当去甲老师报告。要唔过你煞选择包庇你的同学，所以歹势，我无都答应你。恁三个人拢同款，各记一次警告。老丁，阿英只不过是走去别人房间尔嘛，啊，今天的物件嘛无碰无去啊，敢有需要记警告遐尼严重？我就是想要趁因今嘛，还佫伫咧学校这种较单纯的环境，给因一个机会教育。因的爸母伫咧社会上拢是有头有面的人，假使讲我若是无共处罚，等伊若出社会做出甚物犯法的代志，叫抓去关，甚至留来监考，安尼对因敢有较好？而且，顶个游泳池意外，迄个时阵我都甲恁提醒过啊。同学之间的相处，分寸都要差落好。结果才过无外久尔，恁又搁犯同款的错误，所以我甘愿今嘛，至今到甲恁提醒，嘛比恁出社会了，人生当中留落来永远污点较好啊。我是就事论事，就算讲今日受害者毋是朱晴天，我嘛是甘愿安尼做。希望今日的假期恁回去了，会当好好思考看卖，家己到底是倒位做唔对。若是阁有后改，我就会请恁爸母来学校，好好甲因讨论恁的问题。好啊，若是无其他的代志，恁拢先回去休困。对啦，时间无早，先回来休困，我带恁回来，呀。朱晴天，你就是讲你有靠山就了不起，我就把你的靠山母给剁。晴天啊，你有要紧吗？我无代志啦。阿伯，电脑是你，我惊你今仔日安尼甲因处罚，别人会讲你是咧维护我呢。学生做唔对代志，为人师表，当然嘛要做出上适合的处罚，这才是教育意义啊。你免烦恼我了，电脑是你，你来学校到即马，敢认识人家的环境啊？可以当适应啦，阿惠弟，阁有罗志汉啊，阿伯你免烦恼啦。今天，这间学校是一间贵族学校，甲你则读的普通的高中哦是无同款的，所以同学之间难免有一挂比较的行为，甚至有的人会较势利，你家己都较势利。那有任何问题，随时来甲阿伯讲，知无？嗯，我知影。好了，那安尼你嘛先回去休息。嗯，那安尼我先回去啊，多谢阿伯。对啊，你等下有用无？啊，啊，阮迄个蒙兹哦，甲世伟要回来啦。蒙兹、世伟，啊，甲平常念高中啊，啊，甲有准备要考大学，差不多啊。哦，啊，公主甲王子要回来哦。哎，真难得呢。嗯，有影，因真正足久无回来啊。这两个囡仔哦，啊，旅游了了啦，一下什么才艺营啦，结果搁先修班啦，副教恁爸乱吵吵，这边是我硬叫因回来啦，啊，若无因绝对搁溜溜去啊啦。咁啊，是咪今仔日是啥物特别日子啊？我今日个囡仔叫回来哦，就是要介绍因甲美华熟识啦。美华？啊，美华咯，我心爱你啦。哦，安尼讲起来，你一定是找到你人生的真爱哦，可以收服你像这个浪子般的男人哦。我感觉这招哦，应该是了不起的一招啦。所以，哎。别过来，你要喝爸呗？那是一定的啊！来来来，以茶代酒，以茶代酒啊！好嘞，哎，嗯。